这大谈官府我打不过，真的，我从此之后退出。单挑界，好吧，打不过大谈官府，从此之后再打单挑我就是狗，就打不过大谈官府，我以后再打单挑我就是狗。不可能输给大谈官府的，兄弟们，不可能的，没有这个情况的。我都不需要封他，好吧，我封他我都是狗，好吧，不是我看不起他，我封他我都是狗，行不行？好吧，没毛病吧，我封他我都是狗，真的。不是看不起对面，好吧，不是看不起对面，大谈官府这个门派确实没什么东西，你懂吗？不是我看不起对面，真没东西啊。谭哥这个门派是真没什么东西啊，兄弟们，好吧，不是我看不起对面，懂不懂？是吧，超级夜战搞起来，给你来一把犯下屠刀，不过分吧，哥？他现在没有愤怒啊，他加完野兽之后没有愤怒破血，他要亲宝宝只能横扫千军。平砍叠漫天没什么东西，还他妈叠漫天呢？你找他妈四血翻呢？我这宝宝你怎么跟我宝宝对打啊，兄弟啊，三个必得击破，拍死你，真的。他这个宝宝要顶药了，还不顶药，还要来追我宝宝，说了不封你就不封你，兄弟，好吧，哥们说不封你就不封你，真的。扫宝宝了，你别扫不死啊，兄弟，我操，连破，现役连破，没扫死，哥们，魔镜激发加一把魔镜激发扫宝宝，没他妈扫死，你说这怎么搞，兄弟们，他没扫死，不会还扫吧，兄弟，再接一把破血援攻，我操，可以单点猛烈，兄弟这锥子多的是啊，兄弟，你他妈轻锥，我他妈锥子宝宝多的是啊，轻呗，哥们锥子宝宝多的是，你轻呗，行了，清哪个，兄弟，扫哪个，扫哪个，扫前面这个，没出腾挪镜算你命大，
你逼我了，真的，真的，兄弟，你逼我了，我真的。兄弟，说句心里话，我不想给你次第听的，真的，你没办法了，你这样扫我宝宝，我真的，我必须替我宝宝报仇啊，兄弟，真的，哥们。还扫不扫啊？我问你，还扫不扫，兄弟？你还扫不扫？还扫不扫，宝宝？老弟，还扫不扫？还扫不扫？我这么快？不亏，兄弟们，没关系，用他一点灵元就不亏，无所谓的，兄弟们，好吧，消耗他一点灵元就不亏，他只能扫宝宝，不可能封他，兄弟们，我不可能封他，好吧，咱们说话算话，说不封他就不封他，好吧，我不可能封他，好不好？不可能封他，我就看他怎么扫，好吧。哎呦，关键时间不够了呀，我八点半要去打决赛啊，兄弟们，这怎么办啊？我八点半要去打决赛啊，兄弟们，这怎么办啊？还得扫我小孩。他这一把只要小孩没扫死，他输了呀。还不扫小孩，还他妈飘了，叠漫天。我就贴宝宝，我就他妈死贴宝宝，我一个农工小孩就够了，破血肯定死不了，两个宝宝贴。OK， 挺牛逼啊，兄弟。还不扫小孩，看不起哥小孩是吧？秒死你，兄弟！我感觉他不一定有血，横扫千军了。我就贴小孩，我就贴小，他只有一把破血，懂了吧？他只有一把破血。一、二、三，结束。大唐官府是真没东西啊，兄弟们，无力。满满的无力啊，兄弟们。